阔太理念被指整容，脸僵失真越来越像网红，网友齐呼认不出。近日，阔太理念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扎高丸子头的小教程。理念隔几天就会在自己的账号上安利好物，或者教粉丝一些小技能，非常接地气。然而拍摄这段教程时，不知道理念是用上了很重的美颜滤镜，还是角度、光线，或者是妆容的问题，他的脸蛋看上去有些肿，表情也略显僵硬，与之前相比颇为不自然，而且乍眼一看还真有些不敢认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理念的巴掌脸轮廓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双颊和额头部位看上去似乎有一丝丝的不一样。其实前几日理念才公开过自己的编发教程，当天他给大家展示的是双麻花辫。细看他的妆容以及衣着 look， 这两款发型应该是理念同时录制的。而从这两段视频看，无论是正脸还是侧脸，理念的脸蛋都有种太过饱满的既视感。看到理念的分享后，网友也齐齐留言道，已经完全看不出是海藻了，我估计他爹妈也认不出，天哪，这个寿星额头感觉变了一个人，没有特色的网红了。